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韭黄炒鸡蛋。韭黄炒鸡蛋，鸡蛋里面富含维生素 B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以及极高的营养价值。这道韭黄炒鸡蛋结合了韭黄和鸡蛋的营养价值，具有抑制补脑的作用和效果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一小把韭黄和三个鸡蛋。我们把韭黄切段，鸡蛋打入碗中，撒入少许食盐，用筷子把鸡蛋打好。放到一边，小葱切丁，一个大蒜切片，放一边备用。我们锅里放油，油热后倒入鸡蛋，鸡蛋煎好后捞出，放到碗里。锅里继续放油，里面加入少许食盐，油热后放入蒜片和葱丁进行炒香，再倒入韭黄进行翻炒一分钟，放入鸡蛋。加入鸡精，再进行翻炒一分钟，然后出锅就好了。如果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，关注勇哥精品私房菜，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。